第一个可以装一点水，第二个动作捞鱼。哇塞，雨哲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哦，阿伟他拉得很开心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挖，来挖挖个鱼过来。哦，你看那个游在水里面，哎，才不会死翘翘。发达，小心小心小心！雨哲，你不要让他跳出去了。阿米，你在旁边帮他拿、拿拿。姑姑帮你拿，姑姑帮你拿。我要放在这里。没有没有，你这样就好了。这样这样比较安全。姑姑帮你拿。阿跑，你是不是变得很会捞？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哇哇！来，姑姑拿，姑姑抓。来，把鱼救起来，把鱼救起来，把鱼救起来，把它抓起来。来来，姑姑抓，姑姑抓，你不要抓。小心，小心。有了，它下去的。没有，雨辰，你不要放这边。姑姑，这个要放这边，这个要放这里。对，姑姑帮你拿。你不要拿到。过来。来来，看那个弄。太危险了啦！重来重来，你错了。老板说这个要放这边，让它浮在这边。好，那你，对对对，浮在这里，捞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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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根本老板都没讲，是你自己在讲。咬一只。哦，你怎么捞？哎呀！啊！轻轻捞了，轻轻捞了，你不要激动了。有在里面捞捞过鱼？没有，有啦，他有捞那个一下就破的那一种。难怪还要脱肉嘛，是吧？好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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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雨辰，不要拿去旁边，你这样鱼会跳出去。来，来我跟你讲，要放在这里。哎。不会怕，不会怕，来，不会不会，他不会。那个会掉下去，会掉下去。那你看一下，是变得很专业，有没有？越来越多。好，阿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好好好，先停，先停，先停。来，你先算，你捞了几只来给来来跟镜头说，跟手机说你捞了几只。哇，你捞几只？用算的，用算的，用算的。哎呀，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再重捞，再重捞。不要怕。好，来，不小心啊，掉下去了。来，再重来，再重来，再重来。好不好？在那里，好不好？来进来。